当各自守候在暴雨的钟楼，看我撞碎的肩膀伸着手，你的心我的心突然淋湿了天空。后来我好像也终于明白，孤独的山林才辗转领袖，你给了我机会，给我机会从我誓死捍卫。我抱紧你，回忆倒叙，我在另一个世界，那个时间笑的脸，另一个世界，我在另一个世界，那段时间和地点，风暴呼啸后停歇，你不准失去知觉，你依然在我身边，我努力抵抗一切，你安静对我笑的脸，另一个世界。小红，四三呢？没了。阿姨，这是我们送您的礼物。这是什么？北洋军的通讯密码。阿姨，我已经译出了加密通讯，北洋军已经对我们完成了合围，将于明日下午正式发起全面进攻。敌人打算兵分两路，一路向南发动正面进攻，但这只是佯攻，真正的主力于五天前向东南方向行军。从电文来看，他们从花背西渡口行进至了永宁河东岸，又一路向南，前天到达了金龙树，昨天到达了响水洞。按照这个行军速度，今天至少到达大田口，离叙鹏溪可能最多不超过10公里。那这样军部右翼岂不是完全暴露给了敌方？我们应该尽快发电警告军部，然后立刻回援。但是这样做并不能扭转目前的劣势，军部再往南撤可就要撤回到云南境内了。我有个计划，想先跟你商量。好。北洋军这几座勾拳打的是又准又狠，但我们的优势在于提前获得了情报，大有机会以彼之道还之彼身，转守为攻，一点就通。你看啊，以叙鹏溪和纳西城为轴线，整个西面全都空了。如果我军主力能及时向西进军瓦岗处，在北上至学堂沟，再直冲纳西城，北洋军必定城防空虚。同时分出少量兵力袭扰敌军主力，不图斩获，只求消耗敌军精力。等到我们拿下了纳西城，到时候这支被断后的疲惫之师早晚或逃或降。这个计划呀，还需要完善，但我想应该能行得通。行得通，绝对能行得通。不过这个计划还有一点疏漏。你说说。这个隐患就是我们这道防线。北洋军即使是佯攻兵力，但兵力也绝对是我们的数倍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们的原定计划一定是尽快突破防线，向西南方向进攻，拦截我军主力。是啊，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。
如果我军北上主力与他们遭遇，那后果是不堪设想。这道防线以东的白果林和石塔子，由护国军第三支队第六梯团驻防。他们舰只比我们完备，就连弹药也更加充足。这道防线的弱点，正是河防口。我们一定能做到。目前，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，要交给你。目前这份情报，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。我必须连夜赶回军部汇报。这个阵地，可能就要交给你驻守了。需要我坚守几天？要一直驻守到我带援兵回来。愿为革命而死，绝不退半步。第一晚没什么好说的，静思三，静思三，静思三，三儿这碗酒，我替他回敬大伙儿。贤叔，咱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，下次再聚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今天就不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我不爱听，三儿也不爱听。行了，兄弟几个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，都说点开心的。坐吧，阿娜。我一整天都在想老吴说的话。哪句？老吴那天跟我聊天，他问我，在城里闹得天翻地覆，都是为了百姓好。你说他是真的问我，还是故意装不知道？老吴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他什么都改变不了，但我们自诩为有本事、有抱负、有理想，但是在这天下大乱的时候，我们又能为国家做些什么、改变什么呢？我们不是弄到了军事密码本吗？应该会对护国军有帮助吧？我决定留下来参与这次改变国家命运的战争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对清廷抱有幻想，对皇权无法舍弃。我明明知道周觉说的都是对的，做的也都是对的，可我却不能投身其中，跟他们一起去改变什么，去成就一个国家。你们知道那种滋味吗？我什么都懂，可我什么都做不了。知道南北和谈清帝逊位，我知道他们成功了，但是我还是无法享受那份喜悦，我还是无法享受那份希望，只能一个人躲进皇城缅怀过去。这么多年了，哥跟你们说过，哥累了。已经受够这种颓废和这种虚妄的生活了。爷，不管你到哪儿，我可言心跟定你了。果儿，你要是想留下来，兄弟一定陪着。
事已至此，既然大家都决定留下来，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大哥呢？真是哥一个人的决定。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。哥，我们是同生共死的好兄弟。多亏你们带回了密码本，让我们掌握了敌军的防御部署。哼，连长会连夜把情报送回军部，给我下达了防御任务。你们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这正是我要跟你们说的。现在是战时，临时扩充新兵很困难。阿姨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咱哥几个也不是新兵了。新兵不是指你们的技能，而是你们的身份。你们试想一下，在生死时刻，你们身边突然出来一帮新兵，你会把你们的后背交给他们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认识我们，不相信我们？哎呀，我当然相信。但是我身边那帮士兵呢？不是，肯一心，阿姨说的不无道理。明天天亮我们就出发吧。哥，别说了。既然已经下了决定，便来日方长。我们还要把芬儿和小红送回京城，安顿他们在那儿好好生活。哥，等这次战争结束，我一定回京城看你们。我们在京城等你。不想留我们，咱能怎么办？这阿义真是忘恩负义。当初把他招进验尸番的时候，有人说过他是新人吗？经历了这么多，你们真的觉得阿义是这样的人吗？哥，咱说实话，他就是不想留咱。什么他的兵不信任咱们，那都是借口。这一点你倒是说对了，但不让我们留下的理由完全不成立。他真正的理由不想说，他就是不信任我。阿义的想法没你们说的这么简单。他不愿说是有原因的，难不成是军事机密吗？会不会跟我们给他的密码本有关系啊？他们很有可能已经破译了敌方下一步的行动。那北洋军的下一步行动跟我们留不留下来又有什么关系？北洋军全面进攻。送小红和杨帆先回去。我不。小红他们总得有人去送。
你赶过车吗？赶过。那你先带着杨帆去少通等我们，回头在那边汇报。好，来，凡儿，先进去。哦，乖乖的啊。稳住，兄弟，一会儿就靠你了。北洋军第一次冲锋就压上来这么多人，准备。
们撤退了，快看！撤退了！撤退了！撤退了！北洋军肯定会反复抢占西侧的阵地，你们就剩200多人，根本耗不起。我在考虑把高地上的人撤回来，主阵地往后退一步，撤到第二道防线。这样就算高地遭到攻击失守，完全被敌军控制，这第二道防线在射界之外，不会受到夹击。这样也可行，但撤下来之前，还可以再消耗北洋军一次。什么意思？让温狗带2个班，埋伏到后方的树林里，等炮击一过，他们再进入阵地。只要你们的人能撑到他埋设完炸药，你们就等着听响吧。怎么了，哥？这次我决定留下来，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。阿姨，我们来就是为了一起共赴生死。共赴生死。别沉默太久，就等云淡风轻后，看公演的朋友，我的心也抱开心啊。那南城在哪儿？你演的珍重约了，热泪盈眶往前走。如果天黑路远，我在左右，也许这一夜忘记明天的寒冬。大半夜的带我们来这儿干嘛呀？我们说好绝不放手。今天是四三的生日。你去哪儿啊？随风吹过我耳边的声音吗？不管世界多大，世界未来我就等你。等黎明之后，日出会是灿烂的，可能这一回头就像生命的一回首。谢谢你懂我，为昨天一笑而过。你说天高地厚，陪我左右，也许这一夜忘记明天的寒冬。就这样，我们说好绝不放手。你去哪儿？随风吹过我耳边的声音吗？我看着你说话，今天你要出发。你在哪儿啊？我会记得那年夏天的雨呀。不管世界
不了，未来我就等你。
下了。我们当初决定留下来的时候，都做过最坏的打算。振作起来！你去哪儿？听阿姨说，一直要等到周爵的援军到来。可他周爵的会来吗？我们只能希望他回来。那如果我们等不到他来怎么办？我们都得死。好了，休息吧，走吧。放下。敌军袭营！
心。慢点，慢点，去把我东西拿回来。认真点，柯云心，你挺住了。俺爷和我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怎么样，瓦格纳？什么情况？肾脏破裂，大量出血，必须要赶紧止血。那东西垫在他腰下边，肾脏破了，没事啊，再烧个肾脏也能活。那就行。我怎么一点都感觉不到疼呢？什么都行，我都想好了，去天津。为什么要去天津？天津有码头，有码头就那么赚钱。行，赚了钱然后咱们去干嘛？赚钱我出怎么样？不用。我有钱，拉他入伙。行，拉文狗入伙，赚那么多钱，对吧？以后咱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好不好？嗯，做漕运，谁能抢得过咱们呢？啊，我们帮你抢东西，你小子想当老大？不，你是老大，你永远是我老大。别让他追过去，哥。我是你老大，我现在命令你别睡过去。别信。爷。